网罗天下，创意脑洞，坐看世间新奇科技。拳击爱好者大都有过打沙袋的经历，打的时间久了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挑战性。不过现在有公司发明出了一款全新的高科技沙袋 Bot Boxer， 这种沙袋能用计算机视觉技术来捕获使用者的所有动作，同时它还会用一组传感器来测算速度，这样当使用者出拳的时候，它就能快速分析出拳的速度和方向并进行躲闪，就像专业的陪练一样，帮助使用者提高出拳的速度和技巧。据说这款沙袋最快的躲闪速度可以跟世界级的拳手相媲美，相信有了它就再也不觉得打沙袋会无聊了吧。目前这款高科技沙袋有多种速度级别供你选择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拳击水平来选择对应的级别。视频元素来自 Bot Boxer， 由懒散设计师剪辑配音制作完成。更多科技创意，欢迎关注懒散设计师。